来的礼物，让我们欢迎天使服。其实我渴望有一天能够透明一些，心以前都被你知道，会珍惜不会骄傲。其实我真的喜欢你，但还没有爱上你，希望你就是对的人，能和我彼此宠爱。谢王道长，感谢游戏，感谢自动领到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王道长。哎呀，那既然天师傅来，我们要唱一首下山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我觉得我这个丸子头挺像一个小师妹的，你们觉得像不像？大家像吗？觉得像打在弹幕中喽。大家弹幕打出小师妹好不好？我今天想体验当一把小师妹，平常你们叫姐叫我叫习惯了，叫我师妹。直播间年龄比我小的叫师妹啊，年龄比我小的叫师姐，年龄比我大的叫师妹。来下山，送给大家。今天咱们下山了，猜猜我在哪？大家知道吗？知道的打在弹幕里面哦。好。哎，吓死我了。换。下山。要想练就绝世武功，就要忍受常人那忍受的痛。师父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，衣服爱穿中国红。嘿，师父，无论是夜夏或寒冬，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。还在南方等我，下山等我的人叫小莫。我左手一只太极拳，右手一剑刺身前，早退这招叫清泉，破青洞飞燕。我七进一脉力破天，一身正气荡人间，珠宝暗流我心眼，老师傅再见。师傅，直播间有多少师傅呀？现在直接800万点赞，我打点赞1000万，云南摩托舞哦。要想练就绝世武功，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。师父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，衣服爱穿中国红。嘿，师父，无论是炎夏或寒冬，我都爱向往山门外的天空。还在南方等我，下山等我的人叫小莫。我左手一只太极拳，右手一剑刺身前，早退这招叫清雪，破青洞飞燕。我七进一脉力破天，一身正气荡人间，除暴安良我心愿，老师傅再见。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各位师傅，各位师姐师妹，师弟师兄，请关注。我左手一只太极拳，右手一剑刺身前，早退这招叫清雪，破青洞飞燕。我七进一脉力破天，一身正气荡人间，珠宝暗亮我心愿，老师傅再见。这首歌叫做下山，送给直播间的所有师傅们。我们还要听什么歌曲？身骑白马。没错，又想听身骑白马呀。左上角给大家上了金条，大家关注即可参与。天哪，只要关注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吗？还在直播间外面的小伙伴赶快点击进入直播间，咱们一起抽金条喽。我们刚刚福袋已经上了，那就这样吧，我唱一个泼天的富贵好不好？然后如果下一首还想听身骑白马的话，你们就打出身骑白马，然后我下一首就给大家唱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，感谢昆明松哥美发送来的抖音一号。谢昆明松哥美发。因为什么要唱泼天的富贵呢？咱们直播间在抽金条，我希望这个泼天的富贵都能降临到直播间的所有小伙伴们身上，所以大家记得关注我，然后参与我们的福袋抽奖哦。正在抽金条，感谢张慧一送来的不如跳舞。如果一定要让我做电视做梦行不行？如果要和缘分来个相遇相亲行不行？如果真的累了躺着行不行？三二一，他们说一切都要努力，其实我不爱听，枯燥的生活需要调剂。如果要再次试说
一些话，笑话行不行？算命的说我破天的富贵会哗啦啦的来，不要脸的桃花会一朵朵的开，不管每天吃多少美食多热爱，都有别人羡慕的身材。算命的说我以后会有甜甜的恋爱，希望温柔体贴，最好还长得帅。如果只是一场梦，能不能不能不醒来？同一天生日出来的《为爱起航》，谢谢。那看来大家想看我跳舞了，完了。没错。他们说一切都要努力，其实我不爱提，复杂的生活需要调剂。如果要在此时说一些话，笑话行不行？算命的说我破天的富贵会哗啦啦的来。多的开，不管每天吃多少美食多热爱，都有别人羡慕的身材。算命的说我以后会有甜甜的恋爱，希望温柔体贴，最好还长得帅。如果只是一场梦，能不能不能不醒来？算命的说我破天的富贵会哗啦啦的来，不要脸吃多少美食多热爱，都有别人羡慕的身材。算命的说我以后会有甜甜的恋爱，希望温柔体贴，最好还长得帅。如果只是一场梦，能不能不能不醒来？啊，我们太阳一会儿出来一会儿不出来的。没错，我唱这首歌，你看破天的富贵把太阳藏出来了，证明直播间所有关注我的小伙伴都会有破天的富贵降临哦。感谢张魂印送来的不如跳舞，左上角福袋还有五分钟开奖，家人们里面是金条哦、太渴了，因为这个昆明的风也是挺大的。关注咱们的直播间，现在正在抽五克的金条哦，大家只需要免费关注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啦，动动大家发财的小手，点开福袋可以一键参与哦。是的，金条。而且恭喜大家成功触发10000万点赞，云南魔兔舞。那刚刚不是说要唱身骑白马吗？我看到大家好多都在点身骑白马。没错没错。那我们先跳舞呢，还是先唱歌呢？那我们先，要不这样吧，因为我们咱们1500万点赞是什么？1500万点赞，稍等，我看一下。为什么我们的贴纸还没上去呢？1500万点赞。1500万点赞送华为 P60 手机 哦。哇，要送手机！天哪，咱们直播间送这么多东西，大家点赞。我们来跳舞的时候呢，就大家点赞点到1500万，下一个福袋就给大家送手机喽。好的。那现在就给大家跳个云南魔兔舞吧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。既然大家想看，既然点赞点这么快，那就给大家跳吧。来吧，云南魔兔舞，准备。这边就在这不动就好了，因为我要看个老师，我老师在前面教的，我跳舞跳得超级好，不信你看。3 2 1，再来一次。3 2 1，云南魔兔舞来了，家人们，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打分哦，10分打出你的分数。来到云南必须要跳云南魔兔舞啊，家人们，边看跳舞边抽福袋，里面是金条哦，还有3分钟开奖了，让我们跟着节奏一起点点赞，分享我们的直播间。来喽，高潮部分准备，大家一起骑摩托吧，家人们，云南摩托舞。大家请双击屏幕点的赞，右下角分享我们直播间，让我们一起嗨起来。大家觉得这个律动怎么样？弹幕给打分。这个律动非常的棒，但是我要